美女，救我！哎，姐姐，你怎么了？这怎么回事？你是谁啊？你在干嘛？这是我老婆，啊，她天天跑出去给别人鬼混，我就说了她一下，她就离家出走了。这个阿姨满身是伤，应该不是离家出走那么简单。叔叔，阿姨已经昏迷过去了，快带她去医院吧。不用不用，这是我们的家事，你们就别管了。叔叔，我看你根本不是她老公吧？我劝你们少管闲事啊！遇到这样的事情，我们必须要管。我已经打电话报警了。你家住在哪里呀？我们送你回家吧。我家就在前面，我给你们指路吧。还有多远啊？快到了，就在前面。这里荒无人烟，不像是有人居住的地方。他们该不会是一伙的吧？我的腿受伤了，你们能扶我回家吗？那好吧，好人做到底，我们送你回家。妈妈，我还要去上舞蹈课，马上就要迟到了。没事，我跟老师说一下。阿姨，刚才我用手机拍了那个坏叔叔的照片，我们赶快报警吧。啊，你拍了他照片？是啊，阿姨，照片就在这。报警就不用了，谢谢你了，小朋友。这个阿姨果然也不是好人。收货了，让我来接你，赶紧跟我走。啊，不会吧？啊，你还不信？来，我给你妈打视频。妈妈，志晨，妈妈出车祸了，赶紧跟你张阿姨一起来医院。快走吧，张阿姨。阿姨，我妈妈呢？志晨，志晨，你怎么了？钱再过来。好的，妈妈。那我们走吧。行，那我先去上趟厕所。哎，我们去你家里拿钱的时候再上吧。我憋不住了，我马上就回来，你先帮我拿走。快点啊，志晨，别让你妈等着急了。叔叔，能帮我打个电话吗？怎么了，小朋友？我有急事，想联系我妈妈。哦，可以啊。妈妈，你在哪里呀？我在步行街啊，你张阿姨约我逛街，我等了她半天了。张阿姨刚刚说你去医院了。怎么可能？你在那等着，我马上过来。谢谢叔叔。小朋友，你怎么了？叔叔，我好像遇到坏人了，他们应该是利用 AI 换脸冒充我妈妈。小朋友，不要害怕，带我去看看，走。叔叔，就是他。哎，还真是啊！你是怎么发现的？我刚刚试探了他一下。妈妈，要不要我把家里那10万块钱现金也拿着呀？行啊，那你赶紧给你张阿姨一起拿了钱再过来。其实我家里从来不放现金的。哎，你还挺厉害的。你说脸能 AI 换，那声音怎么换呀？声音合成呀，几年前就有了。科技在进步，坏人的手段也在升级。如果不提高警惕，下个受害者很可能就是你。有道理。哎，别动，上面留下他的指纹，那是证据。我是小陈哥，喜欢我记得关注我哟。Thank you.
怎么了，志晨？慌慌张张的。妈妈，我好像被人跟踪了。你这孩子就是多疑，哪有那么多坏人？走，快去写作业。你在这好好读书，妈妈去做饭。你好，谁呀？哦，我今天结婚来送喜糖的，方便开一下门吗？我把糖给你们就走。既然今天结婚，为什么只有新娘一个人来送喜糖呀？阿姨，你住几楼呀？我怎么平时没见过你？哦，我是嫁过来的，你当然没见过我了，以后就会经常见到啦。我就住你家楼下。好像也是哦。不对，前几天还看到小区里贴的楼下房屋租赁的信息，而且这位阿姨说话时眼睛下意识的往右上方看，这是撒谎的表现。阿姨，要不你放在门口吧，改天我们去东北道喜。那怎么行啊？大喜的日子我来发喜糖，你不给我开门，这不是找我晦气吗？志晨，是谁在敲门啊？阿姨，我们这栋楼有几十户人家，挨家挨户付喜糖的话需要很长时间的。你今天的婚礼，你这个点应该快去酒店了吧？怎么会在这里浪费时间呢？我等一下就去。你就别装了，我们楼下根本没有住人，我看刚才跟踪我的人也跟你是一伙的吧。妈妈，快报警！你不说他家没大人吗？我是小陈哥，喜欢我记得关注我哟。你好，谁呀？我是网上预约过来修空调的，麻烦开下门。我家空调没坏呀，一直在用啊。哦，我搞错了，我是修冰箱的。我们家刚买了新冰箱。出门前也没交代过，有人又过来修冰箱啊！叔叔，麻烦你往后面站一点，我看一下是不是维修人员。好的。我看到了，我这就开门。不对啊，这人一会儿说修空调，一会儿又说修冰箱，我得试探一下他。上回已经有人来维修过了，说我们家冰箱两边散热系统不行，冰箱被烧坏了，不能再用了。哦，他是我同事，我技术比他好，你快开门，我能帮你们修好。上午根本就没有人来过。叔叔，我们家冰箱里老是有异味，你那边能修好吗？当然能修好了，冰箱有异味，说冰箱不好，快开门吧，我来检查一下。不好，这位叔叔果然是冒充的。哎，快开门啊，耽误了工作平常有处罚的。哦，好的叔叔。叔叔你先等一下，我接个电话。那你快一点。完蛋了，怎么了？